心，听不到你的呼吸，我在担心又将你失去，在现实的噩梦中惊醒。年轻就是好，我也不知道你衣服的尺寸，看着照片买的，衣服合适吗？嗯，鞋子呢？真的？哎呀，你看我们母女多心有灵犀啊！啊，我爸要是看见了，不气死还被吓死呢。你管他呢，珍珍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现在是个大姑娘了。你应该要有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生活，你别什么事都听你爸的，他一个大男人，他懂什么呀？记住了吗？哎，我爸怎么还不来呀？他呀，他多忙啊。哎，珍珍，你饿了吧？我帮你叫吃的。你怎么不说谢谢啊？谢谢。哎呀，你慢点吃，这样对胃不好。其实我吃不惯这些，我再吃还是麻辣烫，我都吃一星期泡面了。啊？这个方正刚。这手机真好看，多少万像素的呀？我也不知道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你就拿去用好了。不了，我爸说手机能打电话就行。哎，迪士尼？哦，去年朋友带孩子去玩，我就跟着一块儿去了。真好看，好卡哇伊哦。啊，你会说日语啊？嗨，看漫画学的。妈教你说句日语好不好？嗯，好。学什么呢？说谢谢吧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哎呀，不是ござ。哎哎哎，我来看，我来看。哎，你怎么穿成这样了？还化妆了？赶紧给我换了去啊！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？哎呀，爸，你干嘛呀？你进门就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。不是，我今天要睡在这儿。不行，你书包都没带了，明天怎么上学啊？哎呀，明天回去早点去取不就行了吗？振刚，今天晚上让他睡在这儿吧。不行，走。哎呀，我去洗澡了。哎，珍珍，珍珍，跟爸爸回家去，快点。不是，王振刚，你不至于吧？你要是生我的气呢，就冲着我来，你拿孩子当什么撒气筒啊？吴敏，咱可是说好了的，
你休想把真真从我这儿带走。你还发誓要对真真好呢？你就是这么对她好的？她看到吃的东西跟不要命似的，你让我这个当妈的怎么想啊？我算了算了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，我也不想当着孩子的面跟你吵架。我今天本来看到真真心情特别的好，可是你一来我什么心情都没有了。你真真，快出来快出来，跟爸爸回家去，快点啊。真真真真，出来啊。哎呀，真没想到啊，你们父女之间的关系能处成这样。哎，要不要我帮你去劝劝女儿？你要是管不了，我可以管呀。我是真正的妈妈，我有这个权利。你给我闭嘴！你现在想起来是她妈妈了啊？晚了，我告诉你，真正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妈当初走的时候根本就没想你。我求她啊，我说哪怕让为了你留下来，她根本就不听，她头也不回来就走了。方景哥，你在胡说些什么呢？你，我说错了吗？啊？那个时候打个长途电话，国际长途啊，那是多不容易啊！我说了一个多小时，就换回来你三个字儿，对不起，对不对？我说错了吧？走。账目都准备好了吗？啊，都准备好了。哦，对了，我们还要查查周群在任期间所有的账目，麻烦你再帮我拿一下。所有的？有些不在这儿。啊，不在这儿没关系的，那我们就从最近的查起，这总归没问题吧？啊。我给你们倒杯水。谢谢啊，麻烦你。没事儿。
肯定有问题。哎，云会计呢？什么？你说你在昨天后半夜看见过任燕？啊，当时我也觉得。啊，本来啊我说带回去整理的，没想到给带错了，这不只能这会儿来干活了。行，那你忙着，我走了。哎。啊。赶紧收拾东西！哎，干嘛呀？还能干嘛？赶紧跑啊！别愣着了，你坐在那儿啊！哎，快点啊！你疯了？我们能跑哪儿去啊？跑哪儿算哪儿吧，赶快收拾东西。科长，哎，任燕，你在哪呢？检查。对不起啊，科长，我儿子突然发高烧了，我正要去医院呢。哦，那要不派两人来帮你？哎，不用不用了，我这就回去。喂，任燕，喂，你疯了？还要回去？少阳，你听我的，别傻了，你现在回去就等于自投罗网。可是少阳，那团队怎么办啊？现在去接他好不好？快走吧。喂，方处，出事了。小杜，你带人去任燕家。小陈，你带人去任燕她丈夫的公司看看。可以啊。老刘，咱们去任燕儿子的学校，好，一定要把人找回来。你赶紧掉头啊！哎呀，来不及了，他们现在肯定知道咱们回去接团团。那团团怎么办啊？等安顿好了再接他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任燕团团不管了？现在带着他不方便，咱俩要被逮着了的话，接上团团有什么用啊？可咱们这么走了，团团怎么办啊？我中午就没给他送饭，他这回肯定饿坏了。把团团带上，我们走。大冲，赶紧啊！哎，你干什么？哎，你别动危险！老师再见！你是说团团吧？他已经走了。谁接走了？他们家人吧。走了多长时间了？大概有半个钟头的。你们谁呀？你，哎，赵局，我刚接到小杜的电话，孙少阳夫妇已经跑了，连孩子都没带着。我啊，这就赶到交通大队去，让他们查一下孙少阳那辆车的去向。好，我知道了。
另外，我告诉你，这个立案已经批下来了，我正在办搜查证，你安排一下人手准备追捕吧。沿途警方我来联系。好，老刘，再快点。好。你别走啊！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人家就是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他要临时出差，让我过来照顾团团几天的。他要是犯了什么法，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平时就是过来帮他收拾收拾屋子，我是家政公司的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哭什么你啊，不许哭，我跟你说不许哭。好了好了，团团，都是叔叔错了行吗？我求你别哭了，团团团团，都是叔叔错了，我求你别。樊叔，樊叔，找到了。对，就是这辆车，他往哪儿开了？去了南边的高速路。没事的，拿着它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你给谁打电话呀？我不放心团团。团团没事的，咱们安顿好了再去接他，好不好？你现在打电话，人家很有可能知道咱们在哪儿。再说，不是有那个家政公司小李照顾团团吗？没事的啊。你好，陈队，什么情况？什么？没拦截到？好，我知道了。警方没有在前面拦截到孙少阳的车，估计是提前下高速了。咱们离下一个出口还有30多公里，小杜，下个出口出去。好。小南，把地图给我。好。面我煮好了，这回啊该你送过去了。来来来，快快快！我别吃，等等等，我们家孩子小时候我都管不了了，你去吧啊！你当我会偷懒的吗？团团，出来吃面条吧，阿姨煮的面可香了，嗯，真香。那行，阿姨把面条放在门口，你饿了自个儿出来吃吧啊！大坏蛋，你们都是大坏蛋，我不吃大坏蛋煮的饭。团团，团团，老刘，别顾着吃，开门啊！然后。张局啊，你可来了，这孩子我们给吓坏了，说啥都不听，给东西他也不吃，你看我跟你老刘俩这脑子都是脓的，好像。张局，你来了。他人呢？在里头呢。团团，叔叔给你带炸鸡来了，我听说团团最愿意吃炸鸡腿了。哎，赵局，方叔那边怎么样啊？没消息。
急啥呀？有方柱在，任怨肯定跑不了。大摊几下杨小摊，死了个周群，牵扯出这么大的一个案子，你苦了孩子了。别想了。哎，团团，想不想看动画片啊？真的不想看吗？啊，团团，哎，团团，动画片很好看的啊，但是叔叔有个要求，在看动画片之前，先要把这个剧本吃掉，好不好？嗯。你要回去啊？啊，不是，爸说他今天出差，所以让我回去睡。哼，你爸这个人啊，就是喜欢指使别人，从来都不考虑别人的感受。我要是他，我就不会让一个孩子夹在两个大人中间，多为难啊！妈，你别这么说吧。真真，你是不是恨我？是啊，你是应该恨，我都恨我自己。我当初为什么不坚持把你带走？妈，哎呀妈！妈，你爸爸永远都不会理解我，他根本就不知道当初我在国外有多苦有多难。我好不容易才站稳脚跟。不能自私地逼着我，让我放弃所有的事业，那是我的心血。就好像他也不能够放弃他的事业一样，在别人的眼中，我成功了，也有很多人羡慕我。可是真真，你知道吗？妈妈在国外这么多年，从来都没有开心过。不管我赚了多少钱，我都不能够感觉到幸福。那是因为你不在我的身边。少阳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哎，没事吧？我看看。怎么样啊，少阳？发电机有点问题了，油也快没了，找个加油站吧。方叔，
换煤油了。对啊，加油站。任燕他们的车也应该加油啊。好，咱们沿途一个一个加油站去问。好。喂，你是任燕吧？我知道你放心不下孩子，他现在挺好的，只是哭着喊着要妈妈。我们虽然会尽量照顾好他，但你毕竟是他妈妈。你不在他身边，没有人给他撕鸡皮，他宁可饿着都不吃饭。他真的是离不开你。回来吧。难道你能一辈子丢下孩子不管吗？就算你这么狠心，你们还能逃到哪儿去呢？你们还能逃多久呢？回来吧，任燕，现在还来得及，不要一错再错。林燕，老婆，你要害死咱们俩！我要回家。老婆，老婆，听我说。我不想管你，啊、想管就想管。别哭，别哭，别哭。知道什么好吧？我发誓，老婆，等这次事儿过去之后，我马上接团团啊！咱们三个以后再也不分开了。辛苦了啊，赵局啊，已经跟踪到那个电话了，信息也发给房处了。喂，赵局。哦，我们已经收到了，正在赶往途中，争取能拦截住他们吧。现在任燕情绪可能比较激动，你们不要硬来。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师傅，师傅，哎，师傅，我车坏了，麻烦你出来一下，师傅。师傅，不好意思，三更半夜的啊，你就帮我看看好不好啊？帮帮忙，来，我老婆家出点急事儿啊，你帮我看看啊。师傅，怎么样了？
这个发电机坏了，得换个新的。那换个发电机得多少钱啊？1200多块钱。不过呢，我现在这没有，得我们老板来了，明天到城里去订。不行啊，师傅，我急用啊，你无论如何帮我想个办法，好不好？那要不我先给我们老板打个电话。行，那你快去，快去。哎，方处，查到了，工人说一个多小时前他们在这加过油。那然后呢？他们往哪个方向去了？孙小阳的车好像坏了，他们工人哪有修车铺，工人告诉他前面20多里地有一个修车铺。走。已经进入杭城地界，给杭城市局打个电话，让他们派出警力支援我们。好。关队长，你好。啊，你好。我们是江州市反贪局的，真没想到你们来的那么快。啊，肖阳同志你好，我们其实是刚刚接到110报警。都怪我，都怪我，是我刚开始太紧张了，我还以为那两个人了又回来了。说说吧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刚开始啊，我还以为他们两个是好人。哎，真没想到。师傅，不用打电话了，我不想修车了。那也行啊，我给你们两个拦辆顺风车，反正进城也就20几里地，等我修好了你们明天再来拿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我这车卖给你行不行？卖给我？开什么玩笑，我哪有那么多钱啊。那你现在有多少钱啊？这个嘛，也就4000多块钱吧。行，就这么多了，就当定金，回头拿剩下的钱啊。嘿，你给我回来，回来。那个男的从车里拉出那个女的，拉起行李就跑，跑得比兔子还要快。他们往哪个方向去了？往城里啊。一开始我很害怕，我就躲回屋了。刚才啊，我还以为他们是回来找我算账的。哎，说实话，那两人看上去啊不像坏人，可他们这事儿做的真让人琢磨不透。那么好的车这么便宜就卖了，这不是傻吗？方处，我已经派人沿途去找，不过这个时间有不少进城的车，我估计他们八成已经搭上车进城了。放坐，这边。老板，来几碗馄饨。哎，吃饭了，等一下。你
赵局，是我。杭城？一般逃跑都往南方沿海城市，他怎么跑杭城去了？是啊，我也觉得这个事儿特别奇怪。他那么着急把车卖了，说明啊，他手头很缺钱。我们调查过了，这几年任燕陆陆续续挪用了单位的公款280多万，但是他家里的存款并不多。那些钱都上哪儿去了？他都交给孙少阳了。赶紧把孙少阳的公司给查封了呀！我们已经查过了，这家公司已经倒闭了，而且这个人嗜赌成性。前些日子光去澳门就好几趟，这个人还喜欢赌球和地下六合彩。看来是输光了。老方，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配合警方赶快缉拿这两个人归案，我们这边再深入调查一下，看看还能不能找到别的线索，好吧？好，随时保持联络。老刘，是我，在哪儿呢？我正准备去孙少阳公司呢，帮我个小忙吧。要顺路的话，去我们家拿趟户口本。户口本？你拿户口本干什么呀？这你就别问了。我抽屉里啊有把我们家的钥匙，户口本呢放在卧室床头柜的第二个抽屉里，你帮我保管几天啊，谁也别给啊。喂。这个人真是。放错，我已经通知各派出所了，让他们把全城各宾馆酒店招待所全都查一遍，只要孙少阳夫妇开房间就跑不掉。谢谢你，麻烦你们了啊。哪里话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对了，郭南，万一这个时候任燕他们不敢用自己的身份证来开房间呢？你是说他们可能会去办假身份证？有这种可能啊。这好办，这段时间我们正打算严打假证，一直盯着几个窝点，可以马上去查，放心吧，这件事我来安排。你跑了一宿了，赶紧吃个东西。哎，走，好，来。哎，老板，再来2笼。你看你只顾着自己吃，也不知道给方处留点。我怕方处着急顾不上。已经打好包了。还行，咱别走别吃。给我开个房间吧。行，您先登个记吧。哎呀，不用了吧，都这么熟了。再说我老婆不舒服，要开个房间啊。嗯，行，还是老房间。啊，好。一会儿说。啊，好，谢谢啊，我一会儿下来补。好。干嘛把车给卖了呀？没车咱们哪儿也去不了。哎，有车更是累赘，早晚会被人发现的。老婆，累坏了吧？先洗个澡啊。哎，少阳啊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去买点东西啊，咱俩都没吃东西啊。啊，你洗个澡啊，好好休息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去干洗了。哎呦，那我怎么上学呀？今天不用去学校了，妈妈给你们老师打了电话，帮你请了个假。
哎呦，那山呀，吓死我了！呵，不用上学，来吃吧，来，快吃啊！嗯，妈妈小的时候跟你一样，特别讨厌去学校。其实我觉得人的本事啊，将来得到外面多闯荡才能学得到。哎，这个，哎呀，来，你知道吗？中国的孩子到了国外，成绩都是拔尖儿的。真的？当然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到了大学里面才去学有理数呢。不会吧？真的。妈妈想好了，我们以后到了国外呀，第一年呢你就不用去学校了，妈妈帮你在家里面请一个家庭老师，专门补习你的英文。到了早上，你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。呵呵，忒幸福了。珍珍，你要是愿意的话呢，我们今天就去办护照。妈妈认识领事馆的人，我相信护照应该很快就会下来的。没事儿，你不用马上回答我，妈妈尊重你的意见。我就是希望你应该出去走一走，去开开眼界。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将来还可以回来的呀。嗯，妈，快进来。哎，在哪儿啊？刘叔叔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爸让我来拿这个。